大分別喎。係啊，我喺戲裏面其實要飾演個好 tough 同埋都幾粗魯嘅女仔嚟嘅。咁呢樣就同你身材差唔多嘅，我講樣貌。係，其實樣貌都係啦，因為其實我係Philip 佢喺裏面叫小嘅女朋友啦，係一個黑社會大佬嘅女女嚟嘅。好啦，問下 Jessica 啦 ，What's your role in this film？Well, my role in this film, I think it's a pretty cool role. Because you work with Andy. That, and other good friends too. I'm very happy. I mean, yes, Andy's hot girls are here. Right. My character, she's very mysterious. And I am also a sniper. So I'm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play with the gun. To shoot? Yes.廣東話先，聽得明，厲害哦！好啦，咁我哋不如咧，首先咧問下羅霞先，再一次拍香港的電影感覺怎麼樣？這一次我其實一直都跟香港的，就是電影團隊有合作，所以就是對這個地方很有感情，非常有感情。那這部電影的你的角色是怎麼樣？介紹一下。這部戲裡面演的是一個僱傭兵。对，然后主要的部分呢，在戏里面跟吴允龙里面有一场很激烈的打斗，然后这个激烈打斗还没有打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有多激烈。讲剧本上说的是很激烈的，对。然后我期待接下来跟他的一起合作，这样要好好。有做剧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有的。左手边。好棒。我们 hold 到咁耐噶，好望一望我哋中间啦，看看我们中间，导演你好，多谢动作导演你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点啊 ，Philip， 今次咧喺呢套戏系咪度好多动作俾你啲兄弟嘅？今次咧就嗱，有人揾我话开部电影咧，我即刻揾咗两个好兄弟啦，安志杰同埋吴建豪啦，因为安志杰同吴建豪啲动作都非常劲嘅。咁啊，不過我哋以往去合作嗰陣時咧，唔係好多機會俾我度啲自己想睇嘅畫面。咁啊，大家共同一齊會傾偈啊，睇下有啲咩畫面我哋細個嗰陣時好中意睇啊，點樣去拍翻出嚟啊，或者有啲咩新意咯。所以其實好多動作已經度好咗噶啦。咁啊，我覺得都幾精彩嘅。係，兄弟會唔會有怨言先？話你讀啲咁難嘅嘢俾我，或者喂咁容易有冇搞錯？你嗰啲咁靚，會唔會有呢啲㗎？絕對唔會，個個都好出色嘅喺度入邊，係咪啊？係，冇錯。好，咁就要請埋你嗰兩。兩位兄弟叫小五，虎，老虎，对，老虎。那现在我搞不清楚 ，Andy 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呢？我在里面算，我其实刚开始被发现，他们以为我是卧底，然后要杀我，然后是 Philip， 我们是同门，他救了我，所以我对他就是很有loyalty， 很有这样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跟着他，然后帮他处理一些事情。那我是在旁边呢，专门在整他的，也不是在整他，不过我是。个性比较比较 happy 开心一点，然后动来动去，然后他在旁边就很冷静。总之咧，我谂观众咧，我好少见到吴建豪演呢咁嘅角色嘅，其实佢演得非常好 ，very good job。Thank you。Yeah。有冇动作啊？他有就是想一些动作，动作。有啊有啊。给你，他有想一些比较难的动作。比较难的动作，其实几乎在动作片的部分呢。都是他在想，然后我就一起配合，因为他知道我能做的不能做的，然后就一起练，一起学习，所以这几天还蛮好玩的，因为在练，好玩的。系咁，我都唔记得自己有份演嘅，我做小五啦，咁啊做一个卧底啦，咁基本上咧呢套戏咧好开心系乜嘢咧？系我哋三兄弟都可以一齐演，三兄弟都可以。一齊有啲打嘅畫面對對方，又可以幫助下對方，又可以打下對方咁樣。咁其實呢個係我哋12年之前已經諗緊呢個計劃㗎啦。咁今日可以成真咧，咁其實我哋三個都非常開心，所以感謝主。好，唔該曬三位，嚟中間。我中間，唔該。林家先生。咁嘅威啊！有十四棟嘅威。行政監製鍾振鵬先生。鄧東明先生，嗰邊仲有位㗎，係啊，嗰邊仲有位嘅。One, two, Frankie。好。燒豬嚟到我哋嘅台前。
係啦，有請我哋嘅贊助商户啊，有請我哋嘅 sponsor 代表咧，都翻埋嚟一齊，係啦，已經拍合照。笑音音啫，淡淡堂嘅阿伟，好啦，嚟啦。